女星谢盈萱拥有精湛演技，接连拿下金马、金钟后宝座，实力备受肯定。今年即将满44岁，她不论是脸蛋、身材都保养得相当好，让不少人直呼羡慕。今日谢盈萱结束了欧洲之旅，发文透露目前正在调时差，并在文中向健身教练道歉，因为在巴黎时把自己养得肥肥美美，却在最后一个城市打回原形，笑称不小心将肌肉都遗失在欧洲了。不过她表示训练还是要持续的，因此回到台湾后不忘到健身房训练，希望能早日将流失的肌肉都找回来。而谢盈萱的附图却让网友们纷纷惊呼，肌肉线条还是很明显，根本没有不见，也完全看不出来有变胖，这样的身材太完美啦。Bye.